大家好，欢迎来到由美国 Skillman Life 和中国美琪国际艺术教育合作的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啊。这样，这个直播节目呢叫《纽约说》啊。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纽约说》。很简单啊，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主要呢就是聊天啊，主要就是瞎聊，瞎聊唠嗑。然后呢，我们瞎聊的同时呢，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干货啊。然后这些干货呢，有可能是跟我们美国的一些经历有关，也许会跟这个教学方面有关，然后呢，也有可能跟这个现在发生的事儿有关，所以我们都会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下啊。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我很荣幸的请到了我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张琪啊，然后呢。张琪呢，他现在是我们两个以前都在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同学，然后我们从附中一直上到本科毕业，然后呢，张琪去了耶鲁大学继续攻读他的钢琴的研究生，然后我留在了茱莉亚读我的研究生然后我们两个同学大概起码有7到8年然后张琪现在呢是在纽约长岛地区他是这个一所很大的音乐学院的创始人和现在的校长，叫牧音音乐学院。好，那我话不多说了，我直接把张琪请来了。张琪，能听到我说话吗？呀，大家好。张姐，那你现在人在哪儿呢？我现在在我教室里，我一个人。你教室在长岛是吧？对，教室在长岛。不要，你先说。你那有学生吗？我那没有，就我一个人。我今天开车过来的时候，首先是人见不到了，然后之前我们有几只孔雀特别喜欢在我们门口走来走去，然后平时看到我的时候，那孔雀就是不是很喜欢看到我，因为我经常会赶他们走，我怕学生害怕。哇，今天那孔雀我看到我也是特别兴奋，我看到那孔雀也是特别兴奋，小时候终于见到个人了，所以我没有，方圆人都没有，我就一个人静静在这教课。所以观众朋友们，你们也许不知道，我们两个现在都在纽约啊。然后我是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地区，然后张琪在长岛。然后今天的情况呢，是纽约市已经大概有7到8万这个感染的，然后每天这个死亡的人数也在增加。所以呢，大家这个珍惜我们的直播啊，也许今天完了，明天就没有了，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啊。所以呢，请大家这个。多多分享啊，让大家都来看，大家都来看。然后呢，你们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留言，国内的观众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然后北美的观众可以在 YouTube 上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任何想问我们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聊一下啊。那张琪，我们先聊一下，就是你是怎么来到美国的？我十三岁的时候，然后当时我那个老师，说建议我去湾区那边参加一个比赛，然后参加完那个比赛之后，评委席里面有几个茱莉亚的老师，然后当时他们觉得说我的水平应该可以考预科，然后隔年，当时不像现在互联网特别发达，然后你查什么东西都很简单，当时也是托了家里的一个亲戚，然后英文非常好，然后也是哇集各种材料，当时还没有 online 的一个 就没有网上的一个这么填交的一个表格，所有东西都得邮寄给美国，当时记得就寄了厚厚一沓的东西，然后当时为了录那个考学之前的那个 pre-screening 就是有个录音嘛，当时还把录音棚整个租下来录了好几天，整个过程还挺辛苦的，然后但是后来就报考，然后因为这样一个音乐巧合的关系，所以说15岁的时候我就考到了那个预科，然后就遇见了你，然后就很不幸的直接遇见了我。就我很不幸的，我来纽约的第一天我就遇见了你。我刚才我们还聊了，我们是第一天是怎么见面的？我完全已经没有印象了。我们俩读的那个高中，我到现在都记得这个场景，非常就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在我大脑里啊，抹都抹不过去。我第一天去学校注册的时候，我们当时不是那个高中 PCS。因为当时预科之外的预科只是一个周六的一个这么一个 program 嘛，然后我们还是周中需要正常的上高中，然后我去 PCS 那个高中登记的第一天，就是在那什么路啊 Columbus， 我在 Columbus 走准备拐弯的时候，拐了59街，然后就是 Fordham 门口，我在那拐弯的时候看到一个人戴着墨镜，然后就穿了一个夹克就走过来了，特别拽，然后当时说啊，
干什么的呀，是吧？然后我觉得我是问你学校在哪儿，对，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问你 PCS 在哪儿，我想说终于碰到一个中国人了，赶紧问一下学校在哪儿什么的。然后后来学校就看到你了，特别好玩。对，后来那天我们还去 cruise 了，你记得吗？那个 PCS 哦，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不清楚，我们高中啊是这样，我们在美国、啊、在上，这个音乐学院附中的时候，它不像中国的音乐学院附中呢，是你文化课也好，你的音乐也好，主课都在那儿上。在美国不一样，在美国它你的只有周六你才会去上这个音乐学院的附中，大部分情况下你还是要去上一个普通高中。那我跟张琪当时就是我们两个一块去上的这个高中叫 PCS， 我们当时的这个同班同学包括释小龙啊，包括有的没有的人都在这个 PCS 里面，这个是个很奇特的一个高中啊。然后如果国内有些观众朋友想多了解 PCS， 可以直接与我们联系，我们很愿意帮你们做这个介绍啊。所以那琪，你为什么会选择钢琴呢？从小，我觉得选择钢琴跟很多家庭选择钢琴到底是一样的。首先，钢琴作为一个基础乐器。如果你学习音乐的话，钢琴启蒙来说会比较方便嘛。然后第二点的话是，我父亲特别喜欢钢琴，然后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把钢琴买回家了，然后就开始学习了。我觉得也是对音乐的一种崇尚吧，想说，哎，在家里能够学习音乐啊，感觉就非常好，然后就开始慢慢学起来了。池瑞在直播里说，好多年没有听说过这几个地方了。来，我们观众里面有很多我们之前的同学啊，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都这个回忆一下。那你来到美国以后，你觉得当时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讲，你觉得最不习惯的是什么东西？我首先是语言，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我来的时候，当时为了因为在上音学院附小，我在来美国之前来上音、哦、所以你之前是上音的学生是吗？对，我是上音的学生。然后我在上音附小读的时候，相对而言文化课重视的没有那么多，然后包括像英文课啊，还是一些比较基础的。我当时记得特别特别清楚的是，我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听到有人能用英文组成一个句子跟一个外国人有一个交流，我就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当时刚来的那个暑假我是猛补了一下英文，但是就算怎么个猛补法其实也是没有用的。然后来了之后连专业课上课很多都听不懂，我上专业课的时候还专门旁边有一个我之前的一个老同学还当我的翻译。所以语言是最大的一个问题。然后除了语言之外的话，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学校里面所有的事情老师就会有种概念说是要直接找学生，所以他也不会找家长什么的。那基本上就是你需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然后有可能是成绩上的，有可能是课外活动上的一系列事情，包括像因为有同时有两个学校，茱莉亚的预科再加上 PCS 高中，同时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不过当时你也帮了我很多忙，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挺不容易的。哎呀，刚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从高中时期，我们直接跳个七年啊，我们跳个七年。那我们这个都快毕业的时候呢，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就。说的比较直接一点，各谋生路啊，各谋生路。因为可能很多人觉得说，你上了世界著名音乐学院，茱莉亚音乐学院、柯蒂斯音乐学院，还是耶鲁音乐学院也好啊，还有其他很多很棒的音乐学院，曼哈顿音乐学院啊什么的，可能很多人觉得就是出来以后工作是可以直接找到的，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张琪，你这赞同这点吗？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找不到工作是必然的。嗯，没错，这你说太对。我们当时我觉得最搞笑的就是，我们说毕业的那天就失业嘛，对吧？对。所以我们开始快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开始各谋生路了。然后我其实从高中的时候，我对这个录音这个和音乐科技感兴趣，所以我现在选择了我这一行，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走这个道路了。那其你是怎么从一个学钢琴的一个学童，然后到一个真的是很专业的学生，然后又到演奏家，又到开学校了呢？当然中间我们可以省略几万字啊，但是就说你为什么最后会选择开学校？我觉得就像其实这一点上，我觉得很多情况下到现在为止，身边一些很好的朋友都是互相能够互相学习的，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很重要。我觉得音乐不仅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包括像说我们学习上的一些荣誉啊什么的，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也是身边结识了很多的好朋友，就比如说你啊，比如说小运清啊，我们之前的一些特别好的一些哥们儿。然后那
从你身上其实我也学到很多东西，我就觉得就是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从一直从高中开始到大学再到研究生，其实你一直在找事儿做，各种各样的事儿，然后包括像录音啊，当时扛着设备啊，然后我当时想说那什么样的事儿是除了演奏之外是合适我的，对不对？那我们就当时测想到了另外一个点，就是从一个普及面的角度来说，那我们如果说你现在去古典音乐的音乐会去听，大部分人的头发都是白色的，你很难找到几个黑头发的，那小孩更加就别扯了，right？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它受众面其实还是比较窄的，我觉得。那我所以说我觉得我当时选了一个在古典音乐里面相对而言受众面比较大的，也是能我帮助到最多的人的这样一个环节，那就是我觉得就是早期教育，还有就是从早期教育开始一直到培养到孩子可能进入专业音乐学院之间这样一段，那我们可以说是可能说我们是 pre-pre-college 这样的一个 concept， 我当时也是想定位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后来毕业了之后思考了一下对人生的一个方向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适合，而且我比较喜欢跟人讲道理，所以我觉得老师这个职当，这个行当非常适合我。那这庄奇呢，他从开学校到现在也有将近三四年了，然后呢，他们现在学校呢有非常多的学生，两三百个学生吧，反正。然后张老师，反正我跟他一年能见十次，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因为张老师实在太忙，他每天都做很多这个教学，所以呢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教学员的经验。那我们今天呢除了瞎聊啊，我们的干货呢就是让张老师给我们来讲讲他的一些经验和他对教学的一些看法，然后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很大的误区也好，有很多的这个他的解决方法也好，那我们听听张老师今天跟我们讲一下。那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在学音乐的问题这个过程中啊，很多大部分的这个家长啊都没有学过，尤其我们对于幼儿教育啊，就是高中之下初中之下吧，是这样的，张老师差不多差不多初中之下，就是很多家长他都没有学过，所以可能家长他并不是很懂啊，也不说他不懂音乐，可能很多都是都是音乐爱好者，他只是对这个音乐教育的这个过程不是很懂，那当时学的时候也没有很了解这种过程，所以呢这是个潜在的问题，以及会出现的一些这个不好的这个结果，如果说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很好的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那张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说有几种不同的这个学生的分类你在你的这个教学经验中发现的。我说到这事儿之前，我先插一个小插曲，我觉得会挺有意思的。其实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会引入我之后想说的一个点。那这里面的一个点就是前段时间Newport 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中文学校，里面有个负责人，然后也是请我们过去谈一些合作的项目，可能会在新泽西那边 potentially 之后开一些分校或者这种类型的事儿，因为现在被疫情所影响了。然后我们就开了一些课，然后那些课呢就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我们现在的学生主要可能说是七岁八岁或者到 middle school 之前或者 middle school 之后，但一般在十六岁之前就开爆了， right？ 那有可能基本上孩子到了高中之后学业就比较繁忙。所以相对而言在课外兴趣爱好课上面所花的时间就会比较少。但 Newport 那边的小孩就特别有意思，就特别特别小，三岁四岁就是三岁半。我插一句Newport 呢可能很多观众很多都听说过，但 Newport 呢它其实就是纽约刚过桥新泽西那边的一个城市。张老师你继续。对，里面就是很多都是小夫妻，然后有可能刚结婚或者是小孩我结婚不久，然后小孩也很小，然后呢但是都在曼哈顿的downtown那边工作什么的，下城工作什么。然后那因为他们的小孩都很小，所以其实跟你我之间的年龄没有差那么的多。然后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他们的整个成长环境跟你我们俩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所以说里面将近九成的家长是学过乐器的，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简单的 interview 的时候就有问家长说你会不会，然后你有没有会乐器，这样因为你会一点的话小朋友练习起来整个就方便很多嘛。然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特别惊人的一个数据，然后也是特别好玩，我们见了好多好多的家长，然后总的来说将近80%的家长都会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回答，就当我问他你有没有学过乐器的时候，他会说我考过八级，我考过七级，或者我考过十级。然后呢那这时候就会有两个 extension， 对，那第一个 extension 呢就是说 OK， 我考完之后呢就再也没去碰了，我特别特别讨厌那时候，但是后来发现呢还挺喜欢的，所以特别后悔，所以我想让我的小孩也继续学。还有一种呢就是呢我当时考完之后呢我也是挺喜欢的，但是当时学的时候呢总觉得好像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东西有多美好，
Right， 那这是一波。那还有一波呢，就是他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学，但这个数量就已经开始 dramatic， 就已经小很多。他一直在学，然后学到了高中，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就是一个 pivot point 了，就是到一个，就他是真正是要继续上正常的大学呢，还是要考音乐学院？那这时候很多人选择了就是读正常的大学，然后复修像音乐这样的，所以这也是一波人。那还有最后的一波呢？那目前还没有看到过，就是有可能就是像你和我。如果我们俩以后有孩子，送我们俩的孩子去专业学，就学校学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right？ 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三波人其实代表了三种，不一样的学琴的一个群体吧。那第一波人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兴趣爱好；那第二波人呢，可以说是特长；那第三波人就是专业。我觉得对于兴趣爱好的很多的一个大部分的人群来说的话。大家可能先上来想的很多的问题是说，哦，我要怎么把它学好啊，我要学什么，怎么来学这一切的事情。但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可以，我觉得某种角度可以效仿一下，就是美国教育里面比较成功的一个点，就是习惯的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与其说大家去思考说我要怎么学，你还不如想这个东西我要怎么保持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说我每天到了每一个时间段，它不管时间长了，10分钟、20分钟、15分钟。其实都可以，甚至长一点，一个小时或者其实都无所谓。怎么样让孩子每天有个习惯，就是这件事情就跟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慢慢的，让他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那我知道你之前也跟我说过很多时间上的一个习惯上的一个定律，我们也说到，就是如果一件事情你做了超过一段时间，然后你坚持每天的做，你就会慢慢养成的习惯。我觉得像你和我小时候练琴，应该都是从这开始的，就是从习惯开始的，而不是像现在上来说，哦，我们有个特别好的一个名师上来就告诉你所有你该知道的事儿。我觉得在这个之前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习惯的一件事。我觉得做事的第一步就是习惯。对，这个趣味性很重要啊。对对，我觉得是，就是让他这件事情能够让小朋友每天做起来。我觉得你怎么让他做或者做成什么样其实都不是很重要。里面的关键点就是他每天都要去做一点。然后呢，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乐器它其实是包括了两个大项。那乐器本身它只是一个静态性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说啊，骑自行车。我们说游泳这些东西都是，就是你的身体要、啊、你训练你的身体，然后从你的大脑要有一个做的动作，然后你在某一件事情上做出来了。那这个事情本身它其实是有一个肌肉的一个记忆的，还有一个肌肉 adapting 这个非常 specific 的某一个乐器或者某一件事情的这样一个过程的。所以很多情况下就算上来他理解，但他不代表他能做得到，所以这都是需要时间的。那我会觉得说习惯其实会是第一步。这个庄老师啊，这个之前你说的有一点我需要这个修正一下。刚才你说我们的观众朱其然和池瑞同学提出来，就是说刚才你说我们俩的孩子啊，不是我们俩的孩子，这个你要说你的孩子是你的孩子，我的孩子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跟你的孩子没有关系啊。当然我有可能，你的孩子有可能姓王，这个有可能啊。啊，你这个问题从高中就开始幻想了。就比如说郭小宝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们也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啊，那讲到小孩子，那这个张老师，你说这个学琴和孩子吃饭是一个道理，营养师做饭和吃，你给我们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对。所以说就是 continue 我们刚才说的一个点，就是说如果说最早开始的话是一个习惯的事情的话，那我觉得基本上学琴这个东西就分成了三部分的人 ，right？ 那第一部分的人是说小朋友没有办法做到每天练琴，或者根本没有办法做到一个 consistent 的练琴 ，struggle 的点是在于说他想练 versus 他不想练，然后他有可能练琴会哭，或者他练琴很不开心，然后导致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中间会有一些 specific 的会有一些特殊的原因，然后我之后也会花点时间细细讲，因为大体归下来其实就这么几个原因会导致说小朋友不太喜欢练琴。那如果说我们 move on 到下一个 tier， right？ 那下一个程度就是小朋友其实每天能保证一定的练琴，但是呢大家会觉得很快碰到了一些瓶颈，或者说是离自己想 achieve 到的一个目标觉得好像没有一个很 clear 的 idea， 说怎么样从我现在这个 A 点走到我想走到的一个 B 点。那这里面的话我觉得其实某种角度来说，我之前有一次跟家长在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举了一个例子，我还觉得还挺切切的，我觉得还挺好的一个事，所以在这里可以大家说一下。其实在某种角度来说的话，小孩的整个音乐成长就像身体长大其实是一样的道理。那这里面有一个事情就是呢，比如说我们说家长是做饭的，然后小朋友是吃，那你不管给他吃什么其实他都会长大，某种角度来说。
但是呢，在学琴的这件事情上面，假设你的目标是哦，我想让我的孩子学得非常的好，甚至以后可能想去考音乐学院，或者说拿着乐器想给大学加分啊这一类的事情，那某种角度来说，其实从一个很简单的思考的方式角度来说，你就是希望你长得比别人快，然后或者是在同样的年龄段里面，你比别人在身体素质上要好非常非常多。那这里面呢，其实小孩这个身体他要练琴这个东西，他就像一个机器一样。那机器的点在哪儿呢？就是你往里面放什么样的食物，很有可能出来的就是什么样的 result， 就出来什么样的结果。那当然这里面有可能一些 specific 的点说啊，某些情况下会出现瓶颈期啊，你需要再调整一下什么的。但我觉得这里面的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点，就是首先你有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然后接下来同时有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是小朋友在什么样的配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才能长得最快的。所以从音乐的角度来说，包括吃饭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一样的道理。那教音乐的话，这个就是老师的工作了。所以老师在某种角度来说的话，他需要能够通过孩子的个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制定出来一个学习计划。那个学习计划就像每天他吃的东西一样。那在这里面的一个点，那家长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得确保把老师制定出来的计划，然后能把它做成小孩每天能够吃的饭，你还得督促他每天吃，你还得确保他能够吸收，你还能确保这个饭营养到位的情况下味道还不能太难吃，他还得吃得下去，还有趣味性在里面。所以说我觉得在成长的这个环节里面，其实它是一个相等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说啊，有些小朋友其实学得很不错，但是当你如果想往下一个程度再去前进的时候的话，某种角度来说你就要思考什么东西是让你长身体长得最快的。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similar 的一个 concept。 那张老师我们还聊到了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刚才说的小孩吃饭啊，每天吃多久的饭，这个呢我认为是很多家长都想很确认的一件事啊，就是吃多少饭到底要练多久琴啊。他这个练一小时的琴和练一小时之上的琴和练两小时之上的琴区别到底有多大，然后如果说比较现实的来讲，孩子确实练不了超过两小时琴或者超不了一个小时的琴，那他们在一小时和两小时和三小时有什么可以注意的，有什么他们可以做得更好的，您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吧。我觉得练琴这件事情，其实我是这么来思考这个点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说，你这点你同不同意我？我可以说，教育这件事情是一个长期的，或者说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是长期的，都是你培养下去的，你种了一个种子，然后你通过时间。然后慢慢慢慢这件事情就越变越好越变越好越变越好。说到这点我突然想到你那天跟我聊了说那个这个教育呢，这个教育的成果不应该是你这代能看到的，更重要的是你的孙子代能看到。啊对。就我前面一直在跟家长说，有时候家长就是特别 frustrated， 然后过来跟我说，哎呀张老师我的孩子不爱练琴啊，我的孩子这个啊，我孩子那个啊什么。我就跟他说，你也甭管你的孩子怎么样了。你不管你的孩子怎么样，就算你的孩子没学明白，你付下去的学费你的孙子一定能学明白的。你家里只要有一个人学过点他就懂点，他只要懂一点下一代就会见到很多。所以说当然这也是说着玩里面一个这样的一个 concept。 那另外一个点，我觉得我为什么说到一个长期学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点在里面，我是其实是这么来理解这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说我觉得很多学琴的里面有个关键点是在于说你的目标有多明确。就我会说，如果说你的想法和孩子的现实的情况让你觉得让他拥有一个乐器上的特长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他也很适合做这件事情，不管是有可能老师和你提过啊，或者说你自己自身认为，或者你觉得自己有可能之前学过能够帮助到孩子在这方面取得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的话，那我会觉得说像目前现在这个 society， 虽然很残酷的去说，就是所谓的优秀就是你能在多小的时候做出多像大人一样的事情。你觉得我说的这点对吗？没错，是对不对？我们就说我觉得其实某种角度来说，之前我看了一段帕尔曼的一段interview 里面讲到一个事情，他都不认为他自己是天才，他说他自己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人。他说大家去理解天才这件事情理解的不对，因为天才其实很小，就几乎是我就真的。而且我其实从这几年这么大批量的教学当中，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天赋的孩子非常非常的多，
但真正所谓的天才这个比例其实很小，而且我会觉得说，如果说你是某一方面的天才，会代表说你在某一方面其实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薄弱点。我觉得事情都是对等的，所以我其实并不期望说，我其实 honestly 我不觉得说家长有多少真的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天才，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就是你得到多少，你有可能就会失去多少。那我们前面说到一个，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很有天赋，然后呢，你也可以帮到他，然后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你适合做的，那这里就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现实呢，就是你需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做越多越好，因为这里面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现象就是，就像吉尼斯纪录在不停的被刷新。我觉得任何一个行当的水平都在不停的被刷新。你知道我前两天在跟我们的学校的老师开会时候就说到一个问题，就说我们学校里面现在有一部分的孩子，一些非常 top 的一些 student， 他们在同年龄的时候的水平其实甚至比他们的老师还高。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老师的水平在越来越高，整体的训练的一个水平在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小朋友在很小很小的年龄其实能够达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水平。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的话，我们就聊到练琴时间，那我会觉得就是能有多少时间就有多少时间，这已经不是一个量的问题了，而是你需要有个非常明确的目标，然后想办法把它做到，然后有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计划，然后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点。那反向来说，如果说你是素养教育，你希望孩子到最后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能通过音乐来抒发情感，然后能提高就是人与人之间交流在情感上的一些理解，包括像这一方面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是说你一天练多久，而是你能坚持多久和你能够保证一个什么样的习惯。我觉得这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 trajectory。 所以说我有可能这一点我的认为比较极端，我会觉得说 either 就是你每天练5个小时6个小时7个小时，在很短的时间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点，然后达到一个很高的荣誉点，然后通过荣誉点然后来刺激你的整个练琴，包括像你学习的一个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说不定就能越走越远。那另外一个点我觉得就是一个长期培养，就是千万不要拔苗助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doesn't work， 就是卡在中间的其实到最后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对，这个我很同意啊，这个我加一点，就是说这个拔苗助长就是因为你看咱们在美国咱们接触到的学生们，尤其是你接触到的学生，他不止亚洲学生，你接触到白种学生就是 white black Asian， 就是我们就真的是所有的种族的学生都会接触到，那你就可以看到每一个文化背景对这个教育的这个影响啊。那可能我们亚洲人，可能我们这个骨子里面就比较喜欢去逼孩子，对吧？这个我小时候我妈也逼过我，你小时候你爸妈肯定也得有强迫过你，对不对？我这个我们可以单独拿单独捋一集出来说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此处省略3万字啊，我们找一集另开一个节目来说这个啊，对，多找点人大家一起说。对，那说到这一点就是说这个家长们到底应该去逼迫，当然我觉得逼迫孩子还是有需要的，因为孩子在可能不是很懂事的情况下，他可能在他这个事儿没有培养成兴趣爱好之前，他可能真的不愿意去做这件事，那可能家长真的要推一下啊。那推多少，这个量是多少，这个张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对我们尤其亚洲家长来讲？其实有各种不同年龄的不同目标的学生，在接触他们很多之后，其实我对于教育这件事情慢慢有了我自己的一种认知法。我觉得其实你觉不觉得亚洲人的教育是一种保底教育？是。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就是有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这么教你，我不知道你最后能不能成为最优秀的，但是我知道你最差也不会跌过哪。对，你起码会达到一个，你起码会达到一个水平。那至于你之后干什么，那就是你的事儿了。对，right？ 你之后能爬多高，那就是你的事儿了。但是我知道你至少不会跌过于哪。但这种教育，我觉得你知道吗？其实这是一个又跟吃饭我们扯到了一个事情。这里面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呢，你知道有些人，我们承认就是他的 genetically， 就是他比如说他就是适合做这事儿，他的这个骨子里面啊，他骨子里就是适合做这事儿 ，right？
那如果像比如说像外国人的教育方式的话，他就会觉得说小孩就是应该做成小孩这样 ，right？ 他就所以很 encourage， 因为我们学校今年也聘了很多很多的外国老师，在他们教课当中，我就发现了一种文化上的一种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亚洲人的角度来说，或者就是我的角度来说吧，那我如果对待学生，也可能跟他们的目标，我会采取不一样的教学的方针。那如果说是素质教育这一块的话，我就相对而言会耐心很多，然后我会想说从全面的角度来说，一个兴趣再加上一个好的习惯再加上一个扎实的基本功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想。那如果说是孩子真的有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他很想往某一个方向拼，那我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严厉和非常非常的 critical， 就是我一定要就是把这个把关把得很紧，然后 make sure 他能做到这个点， right？ 那但是我就觉得这里面其实那些外国老师的点就很 interesting， 就是比如说那些想走得很远的，或者说在这边会变成特长的一些学生的话，当他们五岁的时候，我就希望他们谈得像二十岁一样，或者当他们六岁的时候，我就希望他们谈得像二十岁一样，就是尽快成人化，就听起来哇实在是太精彩了。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边的外国老师同样是对待一样的学生，同样是一样的目标，他在看待一个五岁的孩子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哇五岁的孩子能做成这样，这不已经很好了吗？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一个很 interesting 的一个点。但是呢我要再加一句，这里就是这也是我就是学习得到的，就是开学校得到一个结果，就是虽然这些外国老师在教你的时候他会是这么觉得的，但是如果你说去比赛他就不是这么觉得。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就当他是在一个评委的角度的时候，或者他要 judge 说从一波子人里面选出某几个的时候，他的 standard 其实跟我们的 standard 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不会，他对这个评论的这个标准其实标准是一样的，他的标准是一样的，他只是看待你的时候他不会想说哦，我要以一个二十岁的一个标准来看待你，那他就会觉得说，那是不是有些孩子就真的做得到？是，那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亚洲人和很多，我觉得至少从我们教育里面的出现的一个很大的点，就是我觉得亚洲人的教育里面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不管你是不是 capable， 不管你是不是这方面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做，通过一套非常系统的、非常科学的教育方法，每一个人其实都能拉到一个高度，嗯，对不对？但是当你拉到这个高度之后，最后的一点可能需要你对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的爱，非常的有激情，同时非常有天赋的情况下，很多人就会 fall short， 但他会做得很好，他这件事情也会做得很好， right？ 那如果说我们看待一下身边，像我们身边的同学很多，你不得不承认音乐学院里面有很多的白人学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对不对？比赛里面还是有一些非常非常精英的，那些就是你简直不敢相信，怎么会那么喜欢音乐，怎么会那么爱音乐，然后他就会一直不停想练琴，一直不停去钻研。那些我就会觉得说，他从 genetic 的本身他就是 gifted， 对，他从骨子本身就是干这个的，他就适合这样。那在美国人的教育这里面，他就是不停的淘汰，那你不适合做这个呢，你就慢慢也就被刷掉了，到最后总是会有一个适合做这个的，然后他就适合做这个，他就往上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不觉得有任何的哪个好过于哪个，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society 的一个情况，就是我觉得当你对未来还是一个比较未知的，然后你希望给你的下一代是最好的这么一个保底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话，我觉得这种教育其实某种角度是它就是成功，我是这么来理解的。是，那咱们讲点就更实在，就是说，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呢，他并不是就像你讲的，你可能很有天分，但是他并不是搞这一块，他真的不是做这块料啊。但是呢，很多家长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说那孩子都已经学了五六年了，都学了四五年了。咱这钱都砸上来了，对不对？咱不愿意在第四年、第五年不学了，对不对？那这个到底学音乐对之后的发展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考大学，张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我这一点，我觉得是这样，我会分两个点来讲。一部分的话，正好可以 answer， 就是回答你的那个问题。另外一点的话，我想稍微延伸一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让一个七岁的孩子或者一个六岁的孩子去看一个非常经典的言情小说，你觉得他会喜欢吗？嗯，不太可能。我觉得不太，他连自己都没谈过恋爱，他怎么会喜欢呢？你说是不是？所以说什么时候孩子？但我六岁的时候谈过恋爱，你这个怎么解释？你是属于奇葩型的，这个好，继续。你可以下次开一个叫王室奇葩说。好，这个下一集继续啊，下一集继续谈这个问题。OK，
那除了像王老师这样六岁谈恋爱的之外呢，但大部分的人谈恋爱都是从初中开始的 ，right？ 那你这点承认嘛，对不对？那所以说从某种角度说，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right？ 就是我们这边所有的孩子真正意义上开始会喜欢上音乐，都是从初中开始的。他就对什么好听什么不好听，我想谈什么我不想谈什么，有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了。小朋友很小的时候，就是什么东西蹦蹦跳跳，什么东西人多，大家一起嗨，他就觉得开心 ，right？ 那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两个点，我会觉得说，如果说你开始学乐器了，我觉得真正你会收获到孩子对音乐有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喜好，然后对这种一种自己独特的一种理解，怎么的，我也觉得也要到初中开始。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放弃了，你有可能再等一年，这事就来了。Right， 那这是第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呢是什么？我觉得也是古典音乐在这一块教育上面的话，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点。我们也是在思考怎么样能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加的好。就是如果说你和我们是怎么爱上音乐的，你会怎么说？我觉得这点呢很有意思，就是就像我讲的，我在刚开始学音乐的时候，那真的是被逼的，对吧？家长要逼，你知道，逼着我搞，你知道，没办法。结果呢，我上了贼船以后。我慢慢的就像你讲，我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真的是很热爱音乐了。我会觉得说，你说你要我去做个其他行业，我做不来，我一定要跟音乐有点关，就是我可以不去做演奏家，但是我一定要在音乐界里面。这个是我也去像初中的时候开始真正是自己爱上音乐了。对，所以说某种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说是我们演奏的一些非常有名的曲子，然后让我们意识到了这个东西有多美好，没错，或者多好听，对不对？是的。那这里面的一个关键点就是，首先你能不能演奏到这些曲子，对不对？那这里有个基本的水平的问题，我觉得这也就是你我在被逼的这么个过程，就是你从零开始，你总得往上爬到一个点，你不能什么都不会，那这事根本就玩不起来。那你当然会了点之后，哎，这事慢慢就能玩起来了。我觉得就是在我看来，我们这边其实也有同样的现象，就是说，很多孩子其实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点。但是到达那个时候呢，他对什么是好听的曲目他没有概念。你知道我们说到这个曲目的事情啊，就是我觉得需要给孩子去在他们就是接近初中的时候，或者在小学末端的时候，需要给他们去听各种各样的曲子，或者去引导他们去知道各种各样的曲子。真的不一定是古典，有可能是爵士，有可能是 ragtime， 有可能是任何的，像我举个最简单的，真的是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给你听。这我就说，我觉得数据这件事情是不会撒谎的。我们这边初中的女孩可能加起来有20个，20个不到吧，大概差不多大概20多个的样子。OK， 20个不到16个的样子。Anyways， 他们现在所有的女孩全部都在弹法国作品，嗯，每一个都很喜欢，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我觉得就是我把所有的那些作品，什么可能是浪漫主时期的，什么巴赫，就各种各样的作品，在他们是在就弹给他们听一遍，或者让他们回家听，每一个都学了法国作品，像比如说像德彪西的月光，嗯，德彪西的那个河边的那个女孩，就是像这种非常非常法系的，就是那种很浪漫的、很抒情、像画一样很美的东西，他们都很喜欢。他们真的是喜欢这个东西，他们是喜欢这种东西。那比如说很多初中的男孩就很喜欢那种蹦蹦跳跳的东西，right？ 那你比如说两三年级的小女孩小男孩就很喜欢那种简单非常简单的莫扎特的一些小的作品，或者是一些从主题来说比较 straightforward， 有可能就是从我们说和声角度来说它比较简单，就它能够 expect 到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就是我觉得其实曲目和年龄这个东西其实是对应的。那张老师刚好说到这一点，我们有个观众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他就说他的孩子特别喜欢这个自己钻研钢琴啊，但是呢，就是他真的是可能是真的喜欢钢琴，然后呢，他就是经常会弹一些不是平常上课的东西，那他会去 YouTube 上找一些比较好看的好听的一些简易的一些曲子，那就想问问这位家长，想问问你觉得这样合适吗？可能真的孩子很喜欢这些曲子。OK， 那我们就这么说 ，OK， 如果说有一个人，现在在学校里面学各种各样的书本，但是他学了学校的书本之外，他很喜欢看一些漫画，你觉得这个合适吗？我觉得可以啊。就 exactly， 我就是这个点。我觉得他其实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音乐是没有边际的，我觉得音乐是没有限制的，当你给一个东西打上了一个框架之后，这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事情。你这个说的太对了，就不能有、right？ 不能有限制。对，但是我们也同时得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古典音乐
是从乐器一个非常 pure 的角度来说，打基本功的唯一一条道路。你承不承认这个点？对，所以呢，这点你说的很对啊，就是说这个陈啊，这位观众提出的这点也很好，就是说，我认为古典音乐你说的很对，就是在技术上面来讲，你真的是要有框架的，就技术上面来，你没有框架，你是达不到那个标准的。对。但是对于所有音乐来讲，音乐都是不能有这个音乐感，从音乐本身来讲是不能有边框的，因为有了边框的话，那就不叫音乐了，那就是音符了，对吧？对，所以我会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觉得首先大家得理解，就是什么东西是要逼的，但什么东西是不能逼的。逼的东西就是很简单，如果说你的孩子坐上了钢琴，或者是开始拿着琴，然后把什么开始乱拍琴，然后就是 not behaving。我们现在说的东西不是说他弹的怎么样，我们就 pure 从一个 behave 的角度来说，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做这件事情。就是说那我孩子的觉得。表现，孩子的这个平我常的表觉得现，这个是要管的，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对就是对对，这个其实跟学琴已经没有太大关系就了。是皮孩子就来管，啊，对，我觉得这其实它就是得有个框架，你知道吗？你得对对。做事儿有个框架在那儿，right？那这事儿是要管的。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绝对不能乱来的一件什么事儿。你知道，我也是在这里面发现一个点，就是有些家长就是什么的，其实他的心是好的，但他不理解我怎哎，么跟你对，解释这件事这儿啊？我太理你解明了，白吗？你继续说。我举个例子给你听，你知道有个东西叫做 curse of knowledge 吗？curse of knowledge 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知道一个东西，然后对方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你就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对方不知道这个东西。我其实，在每天都在反省我这一个点，因为我也会犯同样的问题。这 curse of knowledge 的 basic 的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这事儿那么简单，为什么他做不到？OK，就同样有时候我跟家长觉得，我说这件那么简单，为什么家长理解不了？这是一个道理，就是你懂不见得他懂，所以说某种角度来说呢，他如果说表现出来的现象是因为他不懂而表现出来的，那这里面你的第一个东西就不是去责备他，而是先 make sure 他怎么样让他搞懂。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对，就是。这，我觉得这个你说的很对，就是说你觉得他懂，他其实不懂，对吧？这，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音乐老师，你教自己孩子，这个就很大的困难，因为你觉得他怎么不懂，他应该懂啊，这孩子，啊，但是。是，我非常同意这个点，right？那所以说这里面一个点就是，你想，你如果比如说你的小孩在1岁之前，你说他哭，你不让他哭，这现实吗？就是他是一个条件反射的事情，他不开心他就开始哭，或者他饿了他就开始哭，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6岁、7岁、8岁，甚至有些8岁以下的孩子，分心啊、乱来啊、behavior 的 problem，特别像恋情上面，有很大一部分是 relate 到他不懂。而造成的，你明白我什么？我觉得重点就是，当他不懂，他就觉得烦；当他烦，他就不想做。所以然后他这上烦，面家长是可以来帮助一下的，我觉得这里就是 you gotta be patient，就是你要耐心要去有耐帮心，，right？那你要去帮他，你先 figure out 他到底是什么不懂。对对然后对，这里面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不懂的这个东西是你推一下就可以解决的呢，还是你有可能已经这个东西不懂和他现在在学的东西之间有个非常大的一个 gap？有个差距，所以导致不是说你现在的东西就能够让他懂这一块的，就你有可能要倒退回去，或者单独拿出来帮他单补某一块。你，所以说对。我觉得这一点上是是，，right？所以说到这一点呢，我觉得啊，我们还剩下11分钟的时间，我先总结一下我们所讲的，就是说，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美琪国际这个教育啊，就是做线上教育和张琪的这个沐音音乐学院，他们主要做线下的教育的一个大的概念是大家都是很相同的，就是说，不管你的孩子是想走专业的道路也好。还是培养情操也好，都是要有一个非常制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呢，那你就算老师再好，或者孩子再有天分的情况下，可能他的道路都不会很长久。所以做一个非常好的计划才是这里面最重要的。这就是那有时候有些老师会非常好，会非常有经验，那他可以教给家长们怎么去帮助学生。来制定一些计划，或者怎么在老师给学生制定的计划里面，家长给予一定的辅助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就是现在大部分的这个私人培训机构所缺少的一个环节一个点。那这个张琪老师他讲的非常好，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不管你是想搞专业的也好。
不管还是想陶冶情操也好，都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对，那张老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咱们再讲的再现实一点啊，再 realistic 一点，就是说等这个孩子学琴学到高三了啊，也就是我们美国的十二年级啊，他要考大学了，那这时候家长需要您觉得这个音乐对他们考大学到底有多大的帮助？我还是有一个点，我觉得我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可以听话，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聊了很多，然后我发现呢，就是家长有时候他道理都明白，但你要具体告诉他怎么做，所以我也是准备了几个像几个 bullet points 几个小的点，我觉得我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我觉得我们可以捋一下这个几个 bullet points， 然后有可能家长甚至能记个小的笔记啊，这几个点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然后对于小朋友是有效的一些方法。 OK， 那我们回到之前那个问题，就是说考大学的帮助的话，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是这么来理解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社会不管是哪个行当，不管是哪个机构，它就是一个supply 和 demand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就是一个中文是需求和、这个、需求和对对对。那我们就可以说，那如果说我们俩中文都太差了，想不出来这个词，那个词叫什么？需求和供给。供给对，想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好了 ，OK， 因为呢，平时教课都是英文，所以说有可能说的比较少啊。我们就说回这一个点，就是说，那我们就是一个反向的思维的角度来说，来思考这个点，就是那其实某种角度来说，你就是一个供货商。大学呢，它就是一个要货的，哎，那就是你提供上学的东西是不是他想要的？那这里面有几个点啊、我觉得学乐器可以带给你的。那除非说是很大的比赛，这是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对不对？就是赢比赛，赢比赛，赢比赛。但是这个不是小打小闹的比赛，就你得是很大的比赛。当然，我们现在说的考大学也是考那些最 top 的大学，我们可以一档一档的。我们说的是常青藤大学啊。对，我们就现在这么说。那非常大的比赛、，right？ 然后那第二点呢？比如说像纽约现在三大音乐学院，我觉得预科这个点，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单独可能拿出来说一下。三大音乐学院：茱莉亚音乐学院、曼哈顿音乐学院和曼尼斯音乐学院。曼尼斯，甚至以后像波士顿的新英格兰。像费城的 Curtis 那当然是这个朗朗不晓得就不用说了。我像这些音乐学院的预科这些也是很有帮助的。我觉得归根到底呢，我觉得就是两个事情我觉得是有用的。一个事情就是能考上或者拿到一些证书证明你不是正常人类的。就是你是非人类的，你只要能证明给他看你是非人类，你就能考得上。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么一个道理。那第二个道理呢就是大学缺什么。就是我知道大学里面有一些没有人想学的乐器很缺，因为他们也有乐队。对的，这个很多家长需要了解，就很多大学，包括哈佛大学也好，包括耶鲁大学，包括普林斯顿大学，每个学校里面他都有这个特长生的这个招他还也不算是特长生，他不像说你是打篮球打得特别好，需要把你招，他不是这样，他是就是说这个学校里面也有乐队，那他们呢也需要组建这个乐队，那他们就更喜欢招一些，比如说成绩也不是很差 ，SAT 考的也不错，而还会拉小提琴。那拉小提琴可能人比较多，那我们就举，就像张老师说的，他吹大号的，那全世界你都找不到这个吹大号的。那你孩子这个学习成绩又好 ，SAT 也不错，然后还会吹大号，那普林斯顿肯定要你，对吧？对，所以我们这里面的点就是，这是我觉得我的工作当中的很大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一个就是 mentorship 的这样的一个 concept， 就是我们学校，就是我觉得一个学校里面教课它只是真的是一部分，我觉得某种角度来说你得有一个人明白这条路怎么走，然后给你一个非常 clear 的一个 consultant 的这样的一个指引的这么一个道路。那我会觉得说，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学钢琴，那么多人学小提，或者那么多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学长笛或者学的是，因为这些乐器美，然后明星效应，有人出名了，然后他还觉得哎呀这个太棒了，但是明星也就一个，然后呢这个门槛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所以说这里面其实还是它是一个田忌赛马的一个道理。我就会觉得说对自我的一个了解，然后拿着你最大的强项去搏一个你最大的优势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如果你想拿乐器这件事情给自己带来一个非常大的 benefit， 除了每天疯狂的练琴之外，这个是你真的需要思考的一件事情。
不然的话，到最后问题就是你会发现你一直在往一个铁墙上或者铁门上撞，啊，但是一直没有撞开这个铁门。那张老师，那回到刚才你想讲的点，就是你有几点好的建议给家长们，给孩子们制定计划，您现在能不能来讲一下？首先呢，大家有没有拿好笔和纸 ？OK。二，所以第一点我想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过，我们看到过是 work 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如果他很小的时候，我觉得他需要的东西就是一个刺激点。那这个刺激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某一件事情是他很感兴趣的。因为音乐这件事情，我觉得到最后真正能留住孩子兴趣的，不是你做的任何的其他的事情，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短暂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用的。真正能留住孩子兴趣的，就是他本身对于音乐的一个喜好，所以他必须得觉得这个曲子好听。那在曲子好听的前提下，他得先弹的他觉得好听。那这里面就是一个熟练度啊，包括准确性啊，他整个音乐的表达能力，不管曲子多简单，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可以 achieve 的。那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点，就是你怎么先把他拽上去练琴，然后怎么让他练到一个点，发现哎，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难了。因为这东西 either 他要不就是一个良性循环，要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要不他练了，他发现我变好了，哎，我觉得我弹挺好听，哎，那我想说再下一个曲子，这个良性循环就转起来了。这次的疫情虽然说非常非常的不幸，然后我们也是失去了很多的人，但是反向来说，孩子们的练琴质量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就每一个人的进步水平都很快。就是因为你在家也没事儿干，你只能多练一会儿琴。这个东西你只要多练一会儿，它就有效果。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前提的点就是呢，你可以做一些小的奖励，比如说我们学校是有一些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奖励的一个系统，就你先给他什么东西先吸引到他，刺激一下他，然后刺激到他之后说，哎，你得每天练一会儿。然后当他每天练一会儿之后呢，你可以把要求稍微放低一点，然后鼓励鼓励他。然后这件事情慢慢就 positive 的就转起来，他发现哎呀我做的挺好，老师也表扬我了，下一周回来想说那我们再选一个什么东西，这样一个 cycle 就转起来了。那这是第一个方法。Okay. 好，第二个方法呢？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就说这里面有出现两种情况吧。如果说我们是启蒙，拿钢琴启蒙，对不对？那钢琴启蒙呢，出现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你硬拽，就我们现在是最 worst scenario。那好的 scenario 就是孩子很喜欢，然后他妈妈自己也练，不是练了很多，但是他水平越来越高，到最后很喜欢，那是好的。那我们就说先说不好的 ，right？ 那他就是真的是练琴很困难，拽着他去练琴真的是很困难。那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如果说呢，孩子本身对音乐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你也能感觉得出他只是不太喜欢练琴，或者说因为各种 material 的关系啊，或者他缺点知识点啊什么，那我们先不去想问题在哪 ，OK？ 我们就想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right？ 那这里面的点就是。当你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戏可以往前再走一走的，我的建议是让这个乐器至少走到一个点，就是拿钢琴解决大部分乐理上还有一些基本的音乐上孩子们会碰到的一些知识点，基本上都掌握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会比较建议呢选一个乐队里的乐器。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我觉得人这个东西如果跟别人一起做点什么，他相对而言会觉得比较有意思。所以说像参加乐队啊，参加室内乐啊，我觉得像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好的一些选择。那如果说那这个东西说是什么时候转，我觉得某种角度来说也是取决于他的钢琴能拔多高。就是某种角度我觉得家长有一个点没有很理解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说如果说他的钢琴学得非常非常的深，如果你在钢琴上多学两年，是不是会耽误他两年学别的乐器？我觉得是不存在这个事情。我觉得里面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呢，当你能把一个乐器学到一个点，你就在不停的增长自己对于一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模式。你解决问题，碰到问题解决问题，他这个能力就越来越强。所以当他换到另外一个乐器的时候，他的这个成长速度不是按照第一个乐器的成长速度，有可能是十倍、二十倍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对不对？那所以说我觉得什么时候转换到第二个乐器，或者同时在学第二个乐器，然后参加更多的集体项目的话，我觉得取决于孩子当今的一个学琴的一个现象。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拽起来很累，然后你也觉得我真的是没有时间来花那么多时间陪着孩子来做这件事情，那有可能你能够 switch 的早一点。但如果说孩子兴趣点其实还是保持在那里的，只是相对而言这件事情积极啊的有点可以稍微晚一点，但我觉得可以晚一点，一点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毕竟来说，某种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承认的一个点，就是钢琴音乐
独自一个人来说的话，还是最好听，这是我理解的。嗯、虽然你单簧管吹得非常好，我也没有什么要歧视单簧管的意思。我是吹单簧管的，因为可能各位观众不知道，我是本身是吹单簧管的。但是呢，就是还是钢琴好听。好，我暂且同意你啊。那张老师，因为时间不多了，你能不能再给我们讲最后一点 ？OK， 那我觉得最后一点呢，这个是我的，我觉得我们也是碰到了一些，就是我们说初中以后的孩子，如果你现在孩子已经到了初中了，然后他的钢琴其实是有底子的，那有底子我们可以说是他的已经小奏鸣曲啊，甚至奏鸣曲钢琴已经弹到一些比较 substantial 的曲子，有可能一个曲子已经大概到已经到三分钟四分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我觉得你需要思考的一个事情就是像古典音乐吧，我们就说大部分情况下有可能是四个时期，right？ 从巴洛克时期、古典时期、浪漫主义时期、近现代时期这样的一个，在这个时期四个时期里面，我可以确保的告诉你，你的孩子一定有一个时期他是喜欢的。所以我觉得他需要做的事情和你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就是他在教他的那个老师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呢，没有必要磨一些所谓的科班要往上走的那些曲子。At some point， 如果说这个真的磨得很吃力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去让他学一点他可能会感兴趣的东西，我觉得来的会更好。这样的情况下，他也会对这事情更感兴趣。我是这么来理解这件事情。所以在最后一个章，就是曲目的一个选择的事情。对，那张老师说的非常好，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这个张老师，沐音音乐学院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就是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作为一个兴趣去培养他，不能作为一个一定要把孩子变成郎朗也好，王羽佳也好，马友友也好，不能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兴趣，兴趣是在一切的之前啊。那这个兴趣培养呢，就是说包括你可以有一些鼓励的措施也好啊，包括给他们一定的这个自信心的提高也好，那这个很重要。那第二点呢，就是说音乐它不是一个人玩的，他就算是弹钢琴的也好，他是做一些小提琴也好，如果他能跟别人一起去玩音乐，那他会对这件事情的这个兴趣感也会增强，他对这件事情的喜爱会增大很多啊。那第三点呢，就是说不要一味的去为了某一个事儿去练琴，或者是这个曲子一定要把它死抠出来，咱们把这曲子练两年。这个当然也很好，因为有时候比如你真的考大学也好，比如你考音乐学院走专业道路，那这可能是没有办法啊。但就是从幼儿教育孩子来讲啊，也许更好的一个措施是你可以让他去听更多的音乐。听了更多的音乐，他才知道他到底喜欢什么。那这个可能是我觉得古典音乐这个教学和我自己比较喜欢另外一个风格的音乐，就是爵士音乐的这个最大不同点，就是说以古典音乐强调太多在谱子上的事儿，但是爵士音乐呢是更多的让你去听。你爵士音乐你知道是没有谱子的，一切都是即兴，都是靠脑子里面的这个想法来把它弹出来也好，这个演奏出来也好。所以呢，这个。张老师讲的这三点，我觉得这个很多家长们都可以去试验一下，你可以先去试一下，看到底对孩子有没有很大的帮助。那我相信张老师这么多年的经验，这些所有的这些建议都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张老师，这个今天非常高兴你来到我们节目，来给我们提供这么多的干货。哦，没有问题，我很乐意啊。老朋友，这个一定支持一下。是啊，那我们这个，我觉得我们现在，你和我还有个众多的朋友，这个纽约的朋友也好，全世界的朋友也好，在这么非常困难的这几个月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大家对未来的这个还是要有很大的这个叫什么中文怎么讲？憧憬是吗？憧憬，没错，还是张老师的英文比我的好。我自己介绍一下，我12岁就来美国了，所以我的中文可能讲的不是很好啊。所以那个各位观众朋友们还请谅解。那我们下一期呢，会再跟家长们提供一些干货，然后呢再跟家长们瞎聊一下。那下期的这个嘉宾我们现在还没有定，但是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平台，也同时关注张老师的这个沐音音乐啊，我们都他的平台也好，我的平台也好，我们都经常会发一些搞笑的，然后发一些这个干货，然后再可以同时回答一些这个所有这个观众朋友们也好，老师们也好，和家长们也好的一些问题啊。我跟王老师的分工很明确，王老师负责不正经的那块，我负责正经的那块。对，我是不正经的，张老师是正经的，我们不正经加正经，刚好两大男神给大家来聊一聊。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注意，谢谢大家。那对，谢谢大家那个观看我们的节目，大家这个注意安全。